学英语啊，得从最基础的小学词汇，还有从发音开始入门。那今天啊，咱们就看一下三年级上册的单词，注意一下我发音的嘴型啊。face，face，脸。ear，ear，耳朵。eye，eye，眼睛。当然，一般它是复数形式。eyes，nose。Nose，鼻子。Mouth，mouth，嘴巴。注意一下 th 的发音，大舌头说话。Mouth，mouth。Arm，arm，胳膊，你的手臂。Hand，hand，你的手。注意一下这个 hand，不要读成 hind。and hand 后面就是 and 的发音啊 hat 头 body 身体 leg 你的腿 foot 你的脚今天的单词你都会读了吗要是手机还有电能不能给老师点个赞再走啊？